嗨，我是九月，今天做个菠萝炒饭。我喜欢把食物做得好看一点，感觉那样吃起来都会比较香。生活还是需要一点仪式感，这种小幸福不是单纯填饱肚子就能获得的。材料准备好了，就可以开始炒了。按照视频中的顺序，把食材依次下锅，翻炒入味之后，再将米饭翻炒均匀，就可以出锅了。